真的很好听。大家好，我是龟龟。高雄真的是最近有够热的，因为太热的关系，所以我决定今天要来吃韩式料理，吃到饱。虽然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想吃。然后今天韩式料理呢，从一开始的六七年前的300多块啊，到现在已经变成600多块了。你看那个物价一直在涨，薪水都没有在涨。不过呢，他们是会到韩国去玩，到韩国去考察才对，让自己的食材味道啊、口味啦、更加进化精致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要进来吃看看吧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通知哦。Go！他们的肉类啊，像这是双酱牛，一定要搭它的生菜，还有那个泡菜，会很好吃哦。然后呢，记得一口塞。有很入口即化，那是双酱嘛，不会很柴。这是牛肉。然后因为我真的不会用韩国的筷子，太困难。对，会用韩国的筷子，会手残。我会发脾气。真的很好吃，肉的香味啊，还有泡菜的甜甜酸酸辣辣的感觉，生肖刚好可以去油腻，刚刚好。这就是你上次一直讲说你要吃那个黑黑的面。吃了那个黑黑的，吃了嘴巴会变黑色。辣炒鱿鱼，他们辣炒鱿鱼啊，不会到很硬，鱿鱼的脆度是有，然后调味刚刚好，一点点辣，不吃辣的可能会不习惯。我们来吃看看炸热狗啊。那皮比较脆，对啊，就带着那脆，皮很脆，可是里面的热狗的本体还蛮绵的。它的热狗是自己手工做的，还蛮绵的，吃得到它的调味，算好吃。然后一根小小根的，不会让你有负担。猫刚刚说的炸酱面，我来吃看看。吃到饱，韩式料理，但是他们的口味不会出淡点。这是那个韩式豆腐锅，我现在吃了两口。它这豆腐锅的那个起司味，是好吃的。这是它的春川辣炒鸡，我也讲不买。你看它会砍丝耶。推荐吃他们的烤肉一定要配泡菜，不然会失去生命。原味炸鸡，很脆，很好吃，面筋。推荐炸鸡版就很好。这是宏大鱿鱼，宏大鱿鱼是用炸的，然后上面撒上胡椒盐。现在看，软软的，但是还是保有脆度。不会很抡，如果像猫一样牙齿不好，还是可以吃。这是辣味炸鸡，红豆牛为什么？我也想不懂为什么要炸鸡可以弄得这么嫩。来吃看这豆腐锅，这里面的料其实很多哎，它品项真的是太多了，我们两个也没办法吃到那么多。猫说。来这边吃啊，可以自备筷子，因为它这是扁筷，不好拿。真的扁筷超难拿的，那我们夹个东西就滑掉。Come on 呢？对，他们的炸鸡啊，放一段时间了，还是脆脆的，还是好脆、啊。拌拌。好吃吗？好吃，还蛮有味道。
千选浓汤，它里面有牛五花、豆腐。豆腐超黏的，韩式煎饼，脆脆的是不是？可它里面有包虾肉，啊，它虾肉是咬得到，还好吃。我们都吃的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吃完出去做个结尾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我们吃饱出来啦。这一间吉韩食堂呢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哦。人家都有在把自己的食材啦、自己的调味啦做到最好，又到韩国去把味道呢做得更像韩国、哦。就他点餐的是你直接坐在座位上点好餐，他就会拿来给你了，不需要像自己烤啦、自己煮啦那些都不用，只要夹好夹子，他就会把餐点送到座位上给你，不用动手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、哦，选择性很多啦，只是我们真的吃不了那么多，因为它的菜色真的太多样化了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，就是大家有空可以过来吃看看，那记得一定要定位哦，平日假日都一样，一定要定位，定位之后再过来，我觉得会比较保险。今天就先这样子啦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动态哦。拜拜。因为我们是用虾卵，所以咬的时候它会有那个。不泡泡这样，咬泡泡的那个感觉。咬泡泡的感觉是什么？咬泡泡。